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五番棋的第二盘棋，是由周睿阳五段对阵陈耀烨九段。对，嗯，那第一盘棋是周睿阳赢了是吧？对，周睿阳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啊，半目啊四分之一子战胜了这个陈耀烨。周睿阳是一直以来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年轻棋手的代表。那等级分就是说好几次排名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职业棋手当中是第一位。嗯，但是在国际大赛当中是先有这个好的成绩，所以段位一直是还是五段啊。嗯，那希望他在这一次获胜呢，就可以直升九段了。好，那小杨还是在国内还是比较凶猛的哈。对，国内的战绩比较好，那对。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呢，就说可能还是缺少一个这个窗户纸突那个捅对。破的感觉。我想，如果这次能够获胜的话呢，在世界大赛当中他就不会那么紧张对对，了。更上层楼了。嗯，那周睿阳是在这个八强，这次这个百灵杯呢，是我们国家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大型的，可以说是冠军奖金非常高的啊，吧，非常的高。是180万。那百灵集团它是就是说促成了这次比赛能够对。可以说是来自全球有300多名棋手来参对，加的，它是一个嗯，公开赛的性质对，全啊。球的棋手都可以报名对。那最后，我们中国棋手其实在这次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出色的，进入八强的呢，只有韩国的朴廷桓啊，九对，段，朴廷桓。那其他的这个7名选手全是我们中国的进入哈哈哈。八强的。那周睿阳他就是在这个八强赛当中把这个唯一的一名韩国的世界冠军这个朴廷桓打败了，对，就利索了啊！四强里对。边都是中国人对，四强是全部都是我们中国的棋手，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像陈耀烨，他就算在四强里边算年龄大的，啊，嗯，他还算年龄大的。对，像周睿阳，他在四强当中碰的对手是叫这个谢尔谢尔豪好像豪，对，谢尔豪，谢尔豪初段，那只有这个14岁，98年的。啊，这个好像是应该着重的说一说呢哈，就是。这个孩子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小啊，对，属于90年代末的这个非常年轻的棋手，对，他好像创造纪录的，他对，是年龄最小的世界四强嗯，对，啊，原来那个纪录好像是李昌镐保持的啊，嗯，最年龄最小的啊，现在被他打破对，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年轻的棋手确实是越来越厉害，了，哎，越来，非常的厉害。对，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呢，经常会有惊人的表现。对对对，那这盘棋是周睿阳之黑，对，周睿阳嗯，之黑，陈耀烨之白。啊，还是星位，白棋是上面的星，然后白棋是，啊，一个是错小目，一个是象小星小目，啊，啊，目对，这棋个，形象小对。目。然后黑棋选择了，小飞挂，对，直嗯，接来小飞挂啊。那么上一盘看的多的比较是手脚哈，那这盘直接黑棋又挂过来嗯，了，啊，对，这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这个下法。手脚是比较保守，这个啊，对，挂角呢就是更加积极一些。对对对。那么白棋也选择了这个低挂啊，嗯，都是低挂哈。对，嗯。这也是一种这个心理战吧。对，你这选是，择小飞挂角，我也选择小飞哈，挂角。不甘示弱啊。然后黑棋选择的是夹击啊，是嗯，高角，二进高角。嗯，然后白棋没有在这里走，直接到上边来分头了，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直接嗯，分当一然直下接硬的话，比如说这个高拆二啊。呢？啊。然后黑棋也跟着拆二啊，嗯，这样的下法也是比较啊，从容的吧？比较从容，比较常对，见是吧？对，嗯，嗯，
白棋，增加了变化啊，到这里边直接分头。小尖，正常来说白棋长出来啊。长出来，这样黑棋拆过来，然后再把这个子跑出来，那还不，还是直接跑出来更好一些。所以对呀、他还是看以后的这个进程。那白白棋的速棋，度比较快。对，速度比较快啊，直接拆尖挂尖啊，对。黑棋守一个，然后白棋也没走啊，他不着急走对，啊，这个时候对，先来先夹进攻攻。啊，先三尖低加啊。对。黑棋这个棋就反夹过来，这走的都挺，对，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这个，我们知道的有飞压的这个定式，那这种选择显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周围子力的配合。这样对，被白棋跳出来之后，我们看这个感觉黑棋的方向呢就下得有问题对，了。有问题。这个本身城市的地方啊，被白棋这里边也先有子了哈。那这当初这个子的这个作用就被它跳出来之后就显得非常微弱了。所以他就选择了加拱，这感觉应该是正确的行棋的方向。对，然后白棋尖顶，黑棋小飞，对，如果黑棋长呢，白棋可能尖出来，攻击黑棋。小飞可能就比较轻灵一些哈，白小飞，棋，然后对，白白棋直接棋，团住对，了啊，白这棋选择紧战凑斗了。啊，战斗，其实白棋也可以选择就这样从容的争先手的下法。争先手，然对，后再拆回来上对，或者是这边再跳起来呀，或者这样守一个呀，也是一种选择吧。那实战呢，白棋还是选择了和这个黑棋进行战斗，非团，常然激后烈断。啊。但其实这个战斗对于白棋来讲也，因为周围这个黑棋子力多，是，对于白棋来讲不见得有利。未见得有利哈。黑棋白棋手里搬，后，对，然后白棋在下边搬，要点哈，不能错过这个棋。实战，不，这个定式的下法是有单立的，单立，对，单立在这儿是定式的下法。这个搬呢，白棋搬在这儿，黑棋，挡住，对，实战挡了，对，然后白棋接上，黑棋将黑跳，棋跳出黑棋呢外围显得子力比较多，所以白棋对，没有马上的去这，出动，那不敢马上出动，那是不是就是，那这个棋，那这就段留就着，稍微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那啥，这个其实马上出动呢，还是黑棋子多哈，这块要动的黑棋就顺势就靠压出来了，是不是？对，这样就形成，马上就形成战斗了。马上进行战斗。白棋也没有直接出来啊，也是选择，这两个人哈，你走一个，我走一个，哈哈，对。我看你怎么走。实战当中黑棋呀，就选择了这选种择下了比法，较对，平和的下法。比较平和，就是我把实地拿着连爬了两手爬两手，就是这个棋我已经活了是吧？然对。后黑棋就稳中了补一个，对，在这里边，因为毕竟黑棋的棋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不厚。这个点啊，棋形的要点是不是？对，不厚，然后白棋牵就，制着白棋这颗子出动，所以白棋这颗子现在更不能出来对，了。白棋也就索性利用一下。算了你黑棋跳之前呢，先下面先立了一先个立了一个，这个是先先立手先手，权利，对，绝先，然后然再。后再跳，
这个时候白棋这个正常的感觉嗯，都是在守一上守。方补棋，嗯，实战呢白棋是拐了，我啊，这个拐好像也是是有点缓，有嗯。点缓。他是不是特别烦人家这个？是不是挺讨厌？不然嗯，走一下，对，你还得可上能面还得是，补，是对，吧？但这个其实目数上，不是很，对，并不是很也大。说是这个个官地子，方，是吧？也嗯，说官子，对，是一步很大的棋，很但大的比棋。起比较起来，还是这个手脚更大一些。因为在布局阶段，我们知道这个大场对，啊，这个守一守和被黑棋挂进来，这个出入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相对来说，这边并不是急的地方，对，嗯，也因为。不是很要命哈，对你，白棋拐了，虽然这个上方棋形很厚实，但是对于黑棋来讲呢，黑棋可以不理了，对，黑棋这个连爬三个啊，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嗯，嗯，对于黑棋的影响力小，所连爬三以更急迫的这个还是守住，个，相比较来讲更大一对，些，因为这个嗯，棋呀，黑棋非常的厚实了已对，经啊，这个白棋就略显薄嗯。实在呢，白棋这个地方走在上边，上边的棋形比较厚实，但是被黑棋这样挂进来，这个挂进来嗯，好像，白棋也有这个时候不肯这样去加，因为哦，那么这两步棋的交换显然就不对，太合亏适了，了。本身很厚，然后还去做这样的交换，那黑棋索性就在就，上边行棋，对，所以实战呢，白棋还是采用这个对，尖顶的。还是顶住，普通的这个攻击黑棋的方法，但是这样的被黑棋拆过来之后，这两颗白子就显得比较薄这很尴尬了。嘛，这嗯，个这个人比较家薄。后打进的你的势力范围里，人家有了拆二啊，你这个，白棋没有安定，对，嗯。没有安定。白棋就取阵，嗯。阵一下，让黑棋又飞出来。出头，哎，出头。嗯，白棋选择这个，把自己的形状呢补了一下，顶了一个。瞄着搬黑棋，对，他是担心这个被黑刺棋啊，刺啊，有个有这刺。个冲断的这样的手段，嗯，但这个顶啊和这个退交换之后呢？这黑棋的形状没什么毛病哈，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的补对，好，这个因被为黑棋再长，顶一下，白棋也比较难过。对，而白棋如果选择在这里再再补补一一手手，呢，嗯，还是担心上边被黑棋又这样被逼逼的，住，嗯，整是挺忙的哈。对，这个白棋显然是不太满意，嗯，那实战他没有选择顶补棋。他在下面搬嗯，收缩黑棋的眼位，粘上，对，接上以后，这棋补墙角，就补墙角嗯，对，防止什么点了之类。但是这个棋被人家黑棋顶了，这个白棋还是挺薄的哈。对，白棋的形状上感觉有点吃力，嗯，白棋也这块也没法走，就飞出来。嗯，他在这儿补这个形没状。有，不好，不不好好补，补，而且被黑棋攻过来，白棋还有点担心，所对，以他先出头了。对，出头，但这个出头方向也是黑棋都比较厚的地方嗯，哈，黑棋就冲啊，把你形状给你冲坏，嗯，白棋再补补，棋，然后这时候黑黑棋棋比非较常，细腻，嗯，细腻这个这时个候地要方如收果你。直接冲过来，担他，心被。把这个先手应该说双先的这对，个四目棋捞掉，嗯，这心情大坏所以他先走先到，收了你，虎上，然后再嗯，冲，把这这个子是断掉，可见这个黑棋的这个细腻之处对，哈，那黑嗯，棋好像很有收获啊，本对，来上是。边确实很大。本来是打入的子哈，你看这个还吃着你的子，然后嗯，联络黑棋在这一带的收获确实比较大。了，嗯，然后对，白白棋，棋守一个，好，黑棋就逼住，嗯，拆二逼住，
然后白棋大飞进角。对，白棋在这个大飞进角之前呢，或许应该做一个这个交换，因为实战后边呢是被这个黑棋啊，下的这个掏空的手段让白棋非常的难应。哦，非常这个难。时候白棋应该啊，是先顶一个对，啊，先先顶顶一一个，个，防止黑棋在这一带的这个打手入段。哈，对，好的，如果说黑棋能立起来的对，话，那么白棋再再来，进角，啊，这个变厚的哈，省得你又点了之类的对，哈，你如果是尖在这儿呢，那这个啊，那这时控上白棋也便宜很多，个，嗯。这就能够被搬了，搬对，到的话，所以从心情上来讲，黑棋还是会不管是上场还是下力哈，对。都需要走一手，是吧？哈，从心情上来讲，还是不愿意被他这个目数上便宜到。那对，白棋再走过来，我想就可以说先手防止了实战后边被黑棋碰进来这样的破空的常用的手段。那白棋飞的时候，黑棋就没有应。对，黑棋碰在这儿，这碰是在在这儿，局部呢，我们应该就是说。为爱好者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一种学一常招，用的破空的这种手筋。这原来我老是往这儿走来的，今天啊，学一招，走在这儿呢，作为白棋来讲，它就比较好应了啊，比就较挡好到应这儿，了这样啊，就等于是你看撞在这个白棋这个墙上了。对。这个也是我一般我们下棋的时候要避免，尽量的贴着对方去下。那这个碰呢，它不一样，就是说，白棋，你如果是扳的话，那么我在长。这个棋，黑棋下边有扳啊，这边有断啊，这角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进去啊，我想黑棋要想在这个局部出棋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对，就破坏力比较大的对。啊。这白棋也是紧紧的就夹住，然对，这后是在局部啊一个最常强用的，的这个下法，白棋手控的一种下法。那黑棋就一点般情况下是下力，下力，然后呢白棋挡住，这样呢黑棋拐然后白棋挡住。啊，白棋可以选择粘呢，可以选择挡啊，这个。再根据情况来决定。那实战呢？这个时候啊，黑棋就下出了局部的一步是白棋应手的好棋好手，是先点在这儿。由于这个地方有子啊，这个冲断就显得比较严厉了。那如果说白棋这个时候粘的话，那黑棋再立下来，你白棋。挡在上边，这个时候黑棋不就不是拐回他来了，拐里边了对，他就可以在角上拐在这儿，让白棋非常的难过。拐在这儿，白棋没有办法去强杀黑棋。如果说挡住，那人家打一下然后就飞进去对，在角里边一飞，那这个都掏这干净了。个基本上白棋要吃黑棋是，不可能，不太可能。那角上等于完全的被这个黑棋破坏掉了。破但坏其掉实了。就是走成这样的情况呢，我想也是要比实战的结果还要好要啊！好的啊。实战呢，确实这个地方白棋的应法让白棋的损失太大了。就是即使走成这就样，走成这样我觉得比这个实战还要实战好。还是要。更好一些，我们来看看。对，现在白棋是不肯呢，让这个黑棋刚才那样的活棋，但是如果说你立在这儿，这个白棋挡在角里边，被黑棋这么穿过来呢，也是白棋不能这个忍受的下法。但其实我想，这样的结果也是比实战要好。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看实战到底有多糟糕啊，实战黑棋是这个时候，点的时候啊，白白棋棋是就就打在这儿了。怒了，我就吃了这个，看你怎么办。对，那黑棋冲。黑棋冲，白棋挡，嗯，黑棋断，白断了棋白棋贴，贴，贴，然后黑黑棋下棋力，下力，对，白棋还。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子啊，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打穿了对，啊，那白棋这个时候就粘上了，这粘上，这角里怎么办呢？粘上，对，我想陈耀烨还是没忽略了角上黑棋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有一步非常严厉的手筋。啊，这个实战白棋还先对，冲了先一下冲一下，啊，先对，冲了一下，给黑棋外围制造对，断制点，造一个断点，然后再对，补回。再补回然来，后补回，嗯，看着还形状比刚才好了一些，对，但是这个角上啊，黑棋的手筋是非常严厉的，这不解嗯，决这个根本问题啊，脚上被人家点了方了，对，这一点呢。白棋角上这三颗子已经就被吃了，已经被吃了。对，而且虽然说这个白棋可以逃，比如说挡在这儿，但是这种逃呢也比较痛苦啊，伤被黑痛棋一断，你现在还不能吃，不能吃，对，吃被人搂对，吃呢就被黑棋在下面一了。搂打，对，那又全死掉了，只好这样回过头来去吃这个。啊，这这样被人家，被哎呀，白这个被黑太棋痛又苦可以先手把这个目数捞干哎啊，呀。然后黑棋如果说再挣到先手的话，我想这个白棋是没有办法忍受了。对，所以在这一带的，我想应该是陈耀烨出现了严重的这个不算漏啊，算，嗯，漏算。那白棋就挡下，挡下，黑棋断，然后白棋也没有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委屈的去吃啊，白棋就选择把这个棋断开，把上边的两个黑子吃掉。嗯，这个虽然很大，但从心情上来讲呢，他已经不肯这样不去看，吃三个，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脚步的大空，然后被你等于先手把我脚都吃掉了啊，把这个目数都这个都捞给我掉捞了，掉嗯，所以从心情上，我想白棋已经很坏了。了，然后黑棋就很愉快的嗯，再黑吃棋就三把这个个三个吃这个掉还了。是非常大非常大。然后白棋这个这有，局部大亏一对，这个结果，我想，这是白棋没有想到的，真是可以说是沧海桑对，田了沧海啊！桑田。原来的白棋的大脚，现在全部被黑棋捞掉对了，嗯。白家大院都变煤场那这个时候，白白棋，棋。只好去进攻中央了。对，没办嗯，法了时控损失太大了对，到这儿来，希望在中央有所作为。点，然后黑棋挡住，然后白棋蒙住就想强为中控了对。黑棋就尖冲对，那就出头，对出嗯。头借着你的劲儿还要，然后白棋就单接上，单接。单接，然后黑棋顶了一个，对顶嗯，住顶住，顶住。按理说白棋是应该退回来就黑棋还是要守住这个角吧，这个守角这个目角。数比较大，虽然这个冲下来也很大，但是角上更大一些吧，嗯，然后白棋就守中央，对嗯，守中央这几下下来好像中央也蛮大对，的。白棋肯定要撑着下对，了，嗯。撑住。那黑棋就压，对，那白棋也是没有办法呀，搬。搬。然后黑棋先断一个，对，这个试一试。是白棋的鹰手，考验白棋的神经。你白棋是要围中央吗？那这种退，但是被上面一吃，这个黑棋马上这个角又变大了。对，这也太大了。对，
这个考验白棋的神经、这个、啊！这个不行，不能干这个。对，那白棋吃黑棋这个子呢，这样就保、啊、将来还有留这个打出来，对，打出来。走成这样，然后黑棋就来紧削这个白棋的中控啊。那瞄着白棋的这个对断点，断点、如果说这个地方被黑棋靠一下。将来是这里还有点什么什么，对，有点余味。这一带白棋不是很厚实。所以围棋里面好像围中控也是比较难的哈。对，白棋冲冲，然后黑棋没有，黑棋靠，先靠这，哎，还瞄着你的断点啊、白棋就接上。接上把自己补枪，然后黑棋再回来，再这种非常细小的地方啊，是高手比较细腻，对，比较细腻，然后白棋接上啊，这是白棋看感觉这个形状都是就接这个接这个，这下的比较难受，比较难受，白棋走了，黑棋跳回来，白棋管拐一个，拐一个，瞄着这边冲，冲起来，这里有挖，有挖，对，但是黑棋到现在抢了一手啊，他大概觉得那个冲很不大，没有这个大，是吗？扳本身也很大，因为这个角里边黑被白棋力道的话，角要被白棋收刮了而且这本身这目数价值也很大。黑棋就翻这个，这个，那白棋你不理我，我当然冲。对，冲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断打的话，白棋在这里断打，黑棋提掉。提掉，那我还要再打你一下，是吧？不打了。这个如果说，先挖他已经打，那这块有种种利用哈，这种种利用，那对这边切断这个黑棋的子，可能是也。他现在是马上冲的，还是在这一带？没有，这个黑棋就补棋了白棋冲的时候，白棋冲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走了，对，就补棋了，就马上就补掉了。那他这个时候断，其实也可以吃。断，那他是提掉。挖的时候黑棋可以吃在这下边。是吧？黑棋可以吃在这儿。对。他现在没有办法立。立黑棋可以吃在这儿了。对。那他是不是怕这个棋被人家尝出来，然后这分断这个黑棋，是不是？怕吃啊，说白了，可能是现在黑棋有比较优势了吧？他就简单的他肯定是有这个优势的意识在，他怕他这个low打吗？然后把这个连回来，他大概是就是怕这个，怕这一带薄，对，怕自己的棋薄，因为这个棋啊，他冲，这白棋下去还是也是蛮大的，对，被冲下去还是很大的，那黑棋就心甘情愿的补了一手，那这肯定还是优势的。这是穿鞋的那是白棋是光脚的。对，把这个下边走后。对。然后白棋挤一个。白棋虎上。然后你抢这个，那我就把这个给你。传开还是挺大的。对，这个时候黑棋应该不会硬了。对。
它等于是两手棋，白棋的，两手破掉了大概十几目棋，是吧？有20目了，有20嗯，目对，啊，因为这里面走了以后，你还得收气吃这个几对，个白棋子，也很大。也很如大。果能够吃到这儿的话，当然，从目视上来讲，还是吃这个很大，但是。从整体黑棋的厚薄上来说，被白棋有先手这个，对，将来这里加了之类的哈，对，他还是有所担不心闹吧，事哈，不闹嗯。事，然后黑棋选择了再跳一手既清消白棋又补强自己哈。然后白棋先手搬，嗯，黑棋挡住，对，这搬粘还是先手，搬粘还是先手，嗯，对，然后长，长进来，这步棋还是挺大的要是被人打上去了，黑棋的目数也挺多对，的，然后黑棋小尖，利用一下，白棋就对挡住。然后黑棋跳过了。跳过，怎么说也是挺大的哈，嗯，这个实控还是把这个地方守住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哈黑棋也领先挺多的，然后白棋跳进，跳进来是要活脚。交换一手，然后再补上。嗯，黑白棋这个时候不敢粘。猴的时候粘被一扳就扳死，脚一上应般该般是死。活不了的，因为这一带有打是什么先手嘛，对，嗯，所以他只好往回连，这样会嗯，连，那人家就冲给你冲开。对，这个连并没有连完整，嗯，冲了之后有打吃，因为这个黑棋是先手啊，对你这个虎没有用，嗯。然后白棋这手是什么意思？要吊一下黑棋，然后威胁一下。对，起效一下吧。这一带起是效不一下。是白棋还有还一想，点想有一点作为？对，想盛点空。黑棋就老实的硬了。然那后样穿子象哈，眼，对，然后白棋穿过来，那这个对，棋有没有？它退手有没有？这对个手还有还有搭断了，对，有搭断，有搭断了，老实，穿，嗯。黑棋冲，冲的时候呢，白棋，冲，黑棋挡，嗯，然后白棋呢就退回来。这头还是露着的哈，黑棋也冲过来没有，黑棋就把这个子给扳住吗？哦，搬这个子了。对，扳这个子也也是，比较大，对，也比较嗯。大。然后白棋冲，挡，打一下，对，打一下，嗯。黑棋接上，然后这个棋挡住，挡住，对，嗯，先手，先手。吼一个，对，好这一个。不被吃一下。如果吃在这儿，可以滚打白对，棋，滚打，嗯，这个不肯然后他嗯，把自己的毛病补一对，下。不然的话也有断点。对，黑棋就长把这颗白子吃住。这样目数上应该是，嗯。黑棋还保持着领先，因为这一带白棋的损失确实太大了。太大了。嗯，可能现在是差不多，虽然说差不多，但是这个地方黑棋吃掉挺大对，的。白白棋棋就把这个度过了啊，度但是过，度但过是也没有联络完对整呀，啊。这不还是有个劫是对，还吧？是有劫。对，这个最大这个了，大，嗯，不这然的是，话被冲断了。对，这白棋这应该是最后打响，黑棋没有马上去跟白棋去开劫。对，
找最后一个大厂，没有，白棋是先冲的，先冲一冲下，个先手。对，冲先手，然后冲完了以后啊，在里边断了一下，哦，断。先断这个。那黑棋没有别的，黑棋只有粘上哈，粘哦，上白以棋这后，个是要争先手，哎，对，不然这个地方有，现在有爬。对，有爬，黑对，黑棋打，白棋提，然后黑棋老老实实的把这个吃住了吧。啊，对，补上白棋争到先手。那先手，然后把这个先手可以帮粘掉。这个棋其实看起来好像有这个点。就这个点是不是目数扣的更多呀？对，但是被他人可能打一担下，心被这个打一下。这个肯做劫吗？对，白棋不太敢做这个劫，因为这个劫被拔回来，这劫白棋也很重啊，对呀，被打回来，而全盘主要黑棋还是比较厚实的。看起来应该是，黑棋的劫材比较有利这个地大方。劫不利，然后所所以以没有他敢顶，索性就选择搬粘先手了。这样这个地方差了三目棋，至少三目哈。四目吧。这个地方如果被点进来的话，可以要黑棋要全部提掉。如果说忍耐的话，然后白棋贴，贴了一个，黑棋就也没有理，直接到这儿来又围了一手，围了一手，然后白棋靠，中间不厚，对，中间不靠，靠黑棋就对拐下，然后白棋尖穿。刺刺了在一这儿，个，对，黑棋就接上。黑棋都是采用比较稳健的下法。对比较稳当的哦，白棋这个时候。还在拼，哈哈哈，对，黑棋还在是忍拼，了吗？这个时候，忍了，忍了。我估计大踏步领先就忍了。现在黑棋总体上来说还是非常厚实啊，对，目数非常的厚。稍稍领先，而且这个地方这个打劫，是白重黑轻的劫，对，但是黑棋挡住以后，白棋也没有马上补就是还在撑，白棋去还抢在关抢，子，对，对，如果说白棋现在去补的话，那么被黑棋这个搬粘应该是有这个，十目棋了，这个一般的搬粘，如果一路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就一路上没有搬粘先手的话，那么只有六目棋，但是他这边我们看这个。被黑棋搬粘了之后呢，我们先不说有这种夹的什么味道啊，先说这个搬，白棋得退一个，这样这边差两目，而被白棋搬粘到对呀，呢，对，将来这个这搬个砖还点，然行，后白棋搬粘还是先手，所以这个架着有十目棋，对，很大的一步关子。对。这个关子啊，其实也是一盘棋非常关键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爱好者呢，就是说在中盘的时候感觉自己形势不错啊，优势很大，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在关子的时候可能就输掉了。也对，就是由于像这样的一些搬粘呢，被人家先手走到啊，或者这一个地方差十目，那么如果其他的地方再多两个呢，即使你很大的优势，也有很可能被对方翻盘挽救回来。所以这个关子是。我应该说，一盘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它是不比这个布局和中盘这样的作用这个小的。对，我记得好像听聂老说一句话，就说看官子知其利看你官子怎么样，就知道你下来怎么样。但官子呢，这个东西一个是靠我们计算，还有就是也得是要多下多练啊。对，
因为官子也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对，嗯，基本常形啊，下的多一点，可能就熟悉了解一些，对，哎，有一些呢，你就要在实战当中凭感觉去知道这个大小，因为计算对，起来目数还是比较复杂，尤对，其到最后像这样的棋世界大赛里边，最后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非常有限的，一般都是在最后观止的时候进入读秒了，所以完全要靠你平时这个多下这样的功夫才能下出这个正解来。我曾经就下过一盘棋啊，中局的时候领先蛮多的，然后就是给我上中读上秒以后就完了，10条大路走对一条都赢了，但是就是走不对，最后正好输半目，哦，那是比较遗憾的。对，比较痛苦。那这个时候白棋就现在肯定是要撑着这样的去下，因为局势呢，白棋还是自己感觉还是落后的。从这手棋也能看出对，撑着下。来，他准备直接，他将来不利，直接搬了，他就可以。但其实这手棋的这个意义，不大，并不是很大，因为你就算你这个虎柱啊，我们看它连也是连不上的呀。这个被搬了之后，你这个段黑棋不用跟你去打劫，黑棋这样直拐打接就可以对了。接不归哈，对，所以跟这个粘上的这个作用差别不还大，是差别不大，而反而呢留给这个对手后最后有一个这个刺劫啊，财对，啊，这种扑啊或者刺啊这种劫财，哦，这个没有，那黑棋也是没有理了哈，黑棋就拐过来啊，省得你加我哈。这个也有这个。目数上也比较大，啊，被白棋加了呀，还是挺大的哈。对，对对，也有将近这个十目棋，因为加完了之后啊，这个棋，白棋加了之后，首先是这一带有收瓜，对，我这个先手，对，然后呢，我这边还有加加，爬过。对，那如果被我先手走了，你可能不肯了，对不对？我要是走，你硬一手，那白棋心情就大好。对，这个也有将近十目棋的价值了。就是但是说他这个这棋，个前药业这个搬砖，可能还是考虑到是不是以后有这个搬虎啊。如果被黑棋搬砖，黑棋还不光是有一路搬，可能有加的这种味道，对加哈，进去的味道更厚实一些吧。对对。这个也很大。然后白棋，对，在四，中央对，走这个先手，对，挡住。挡住，然后再长一个这再多长一些对，这地方已经有，如果说不硬的话，这有冲扳先手。那封住了是对。吧？所以这个棋黑棋就跳进来，不让你这个有机会把我封住。白棋尖住，然后黑棋把这个对，这还是有接挖，上，对，还是有挖。那这子是不现是就在可以去吃挖了？的话，虽然说也可以把这个子吃掉，是这这样个它可以这样。吗？low 打，low 打对，然后在上边，黑棋这个粘是比较厚实的下法，粘比较厚实就是不留任何毛病自己的棋不留任何毛这个如果挖掉的话是围到了九目棋，病那上边这个被打了呢，可能这一带损失的他觉得得不偿失得不吧，偿失就没有去对，选择吃了这个个大挖。概也就是3、4、4、5目吧，是吧？所以他把这个吃了，把这个黑棋吃掉这个也有，
六目棋，因为粘上之后还有冲了吃这个字。对，嗯嗯。那、终于这个棋，黑棋来打吃了哈、啊。这个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棋啊，但是棋对这个打，其实白棋现在的劫材并不见得比黑棋多，因为黑棋的下法这些都是像粘啊，都是非常厚实的下法，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时候白棋把这个劫补上的话，虽然黑棋应该是肯定是优势了、但是不会像这个后面那个差距拉的那么大。那黑棋就提掉。黑棋现在劫材。那黑棋来打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自己的劫材是比较有利哈。不然他也不会去打一下。提。对，然后白棋提回来。黑棋打吃这个。本身劫。本身劫。啊，你要提我就把你这个提。所以这个棋啊，白棋就。白棋只能提掉。只能提掉。这棋提掉以后，白棋就把这个，索性这一堆都走干净。然后白棋再提回来。黑棋还是劫材比较丰富的啊。拖一个，对。减少劫材，提了之后，这里铺还有一个劫材，给它粘上了。对。提掉。提掉。去点这个，粘上，接上，再提回来，这个提回来以后啊，黑棋这个是顺手劫材，对，还是边收官，然后再提，这个地方是劫材吗？铺一个，对，铺一个，铺一个，然后再提。对。然后黑棋断。这个劫材白棋还是挺多的哈。对，黑棋的劫材相对来说多一些，像长啊、粘呢、因为总体来说，这个棋啊，黑棋还是比较厚实的。比较厚实。再提回来。对。提回来以后，黑棋这里长。白棋也只能接上。再提。白棋这个棋挖了一个。黑棋吃，对，黑棋吃，对，然后白棋提回来，黑棋点，对，当初这个的好，对，现在是白棋的棋，哦，白棋现在提过来，哦，白棋提过来，对，然后黑棋点。黑棋点，这时候如果白棋硬劫，然后黑棋再提，白棋大概是找不到适当的劫材了。所以当这个黑棋刺的时候，白棋就毅然提劫啊，把这个提掉。这样被黑棋把这个子断掉之后呢，其实我们再来判断一下，其实盘面上已经白棋是差很多。对对。那这盘棋呢，最后周鹤阳是中盘战胜了陈耀烨，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